小朋友，为什么哥哥姐姐要读后浪 DJ 训练班呢？可以学讲话，可以当 DJ， 还可以报新闻。昨天有个坏人去抢劫，警察叔叔说不准走。我想播音乐给大家听。我长大也想读后浪 DJ 训练班。广播能量超乎想象，如果你已经是大朋友，今天就可以报读后浪 DJ 训练班。